是 Kenny， 来自吉隆坡，是位营养师。今天很荣幸呢，来到刚刚访问我们的萱姐。萱姐你好，早安。哎，萱姐给我分享一下，这个鱼太素是谁介绍给你的？吃的吗？啊，翁 Sir。翁 Sir， 这样你前后吃了多久啊？我吃了一个月。一个月。这样，我想请问，你吃之前和之后有哪里有么哪里有改善了、啊？我的脸和身体会改善。哦。可以分享一下吗？最明显的是哪个地方？啊，我的脸会麻痹，毛孔会细小，我的腰酸、背痛、手脚麻痹，哦、啊，就已经改善了。哇，很快时间哦。那我想请，我也听说你本身的体重也是减了，可以分享多少吗？啊，一个月就改善了6kg。哇，非常的棒。OK， 然后我想之前我听说你本身也有脚不舒服的地方啊，你用多久时间就改善了？我的脚底的不舒服大概是2个星期。两个星期、嗯、那之前是困扰你多久了？困扰差不多有几个月。有几个月就吃了2个星期就改善了、啊、两个星期就改善了、哦、非常非常的棒。这样你本身有推荐给什么朋友服用吗？有，我已经推荐了4套给朋友。非常棒，非常棒。就是你从小的皮肤是怎么样的？很粗糙的。小的时候呢，就大概几岁的皮肤都是？17岁。17岁啊？啊。一直到结婚，到生孩子。到生孩子。嗯。然后呢？然后都不能好。你用过什么方法吗？用了很多方法，洗脸啊，买药啊，买什么来擦也不能好。那后来你吃了鱼胎素怎么样呢？吃了鱼胎素，它改善了，改善很多，优化。大概多久啊？1个月。一个月时间。啊，一个月时间呢？啊，就吃了一个月时间，一天吃多少条啊？2条了。一天吃2条了。啊嗯、好，你可以示范来，我们吃现场吃一条来给大家看看。要现场吃一条啊？对对对。你那时候就是早上吃晚餐吃？我早晚吃。早晚吃了。啊，早上空肚子，晚上也是要睡觉时凌晨1小时吃了。除了这个以外呢，你觉得身体的体重有没有改善？体重有改善，一个月就改善了。啊，你改善了6kg。啊，82下了。76。76。就减了整6公斤哦。啊，这样呢？对，现在我吃了鱼胎素啊，要给他天天漂亮了哈。对的，天天健康啊。嗯。啊，然后给皮肤优化。嗯 ，OK。现在我吃了鱼胎素，不错，这个鱼胎素真的很好吃，又甜又香。天天吃鱼胎素，天天健康。